底下球开出来，给到周琦，漂亮！迎着哈拉迪单手劈扣，哇，这场球是中国男篮对战伊朗队的一场亚运会的比赛，姚明也是在现场观战。周琦这个球也是彻底点燃了全场的气氛。下来，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第一节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决赛，有中国女篮对阵老对手伊朗队。这场比赛，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，内线是双塔周琦和王哲林，然后小前锋丁彦雨航，另一个小前锋刘志炫，后卫是孙明辉。伊朗这边第一球哈拉迪被打，篮下上篮不中。孙明辉，接大王的挡拆，给到大王，中路上篮不中。两队都是先从篮下打起，底攻都没有打成。啊，这一届赛事伊朗男篮也是全主力阵容出战，包括他们的14号巴赫拉米、15号哈达迪都是来到了这场比赛。但这两个老将，现在巴赫拉米已经从基本上处于退役的状态了，哈达迪现在还会打国家队比赛，但是实力肯定是大不如前了。中国这边朱奇翻身跳投拿下咱们的第一个进球。阿沙耶西上篮打进。对，伊朗男篮拿过这个两次亚锦赛的冠军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拿过亚运会的冠军，所以这一届赛事他们也是相当重视，所有的主力队员都来了。中国男篮是漂亮，周琦，也就是咱们开头看到的那一球。这球哈达迪有些无奈啊，看一下这球，打起来单手劈扣。年轻就是好啊。这届赛事中国男篮是李楠带队，中国男篮红队。中队开场四分都是周琦拿到的。小丁，急停中投漂亮。当年还有一个能持球的小前锋丁彦雨航。马沙耶西中投不中，周琦篮板。孙明辉还是给到低位大王，这个球被打的时候没有注意保护球啊，直接被马沙耶西给切掉了。巴赫拉米，哎，这是雅克查利上篮打进。现在伊朗男篮中生代，他们现在依赖的主力队员就是这个雅克查利以及13号贾姆西迪。这个球大王慢了一些，被吹了一个犯规。伊朗队开局这11分基本上都是篮下拿到的。赵睿转换的上篮造了一个犯规，两罚。两罚全中。巴赫拉米中投打进。还是方硕持球突到一半，急停中投漂亮。这届亚运会方硕是这支中国男篮红队的队长。这边雅克查利也是三分投进，
理解伊朗队这边的进攻状态确实更好一些。给了一个后场球，这就失误了。我中国男篮胜在年轻，打到比赛后半段，这个体能上的优势肯定会展现出来。伊朗队第一节打到现在，哈拉迪也没有休息。球董汉林，哇，这个球最后还是打到篮下。李杰利用失误得分，伊朗队十分，中国队还没有。小丁漂亮的二加一。李杰小丁连续的两次这种急停的中投。小丁的加罚。Yuan Guangding of the Dallas Mavericks。加罚罚中，还是落后五分。奥拉米，这球中投啊，最后时刻压哨打进了。而小丁持球给周琦，持球的突破再分方硕。漂亮，哇，这个球周琦像小前锋一样持球突破，然后助攻方硕投进了一三分球。方硕上来之后也得了五分了。哇，伊朗队这边确实手风很顺啊，也是立刻回应了一三分球。小丁，哎呦，这个球不是自己投了，最后吹了一个走步。还是巴赫拉米，这边和董汉林两个人是有一些这个碰撞。球权是给了中国队。哦，董汉林是被碰了一下摔倒了，刚好压在了巴赫拉米的身上。这个球是给了，哦，给了伊朗的球权，吹了董汉林的犯规。这个球有点冤啊，有点顶不住哈达迪啊，中国队落后九分了。这边又是方硕中距离打进。第一节结束，中国队暂时落后七分。稍后咱们一起来看第二节的比赛。